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真的是究竟极果啊，纯净纯善啊，啊，那为什么不抓到这个？我们看古往今来，真有大福德人、大智慧人。那这个大智慧、大福德，可能是贫穷下贱，不认识字。哎，他就抓住这样的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临走的时候，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走得那么潇洒，他成就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、富贵人跟他不能比呀。啊，所以这个道理要懂，要明白。啊，这我们要认真向他们学习，要把这一句佛号抓住，念兹在兹。啊，无论干什么，这一句佛号是我们的依靠啊，真靠得住啊！啊，依靠谁都靠不住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，佛号是真的，佛号是现的。这最可靠的啊！释迦牟尼这个名号，华云能忍寂寞啊。释迦牟尼是印度话，什么意思啊？这里给它翻出来，释迦翻作能忍，牟尼翻作寂寞。这下面有解释，能忍是其用，寂寞呢是其体啊。究竟极苦，成大愿传，生无着世，示现成佛，未度我等呢，演说本经。人是仁慈。名号里面的都是表法的，都是教学。那佛教的什么呢？佛教的东西就在名号里头。那能忍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能够以仁慈待人接物啊，教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要用仁爱啊，仁者爱人。啊，寂寞的摩尼呢？摩尼是对自己。用什么样的心对人，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。寂寞就是清净平等觉啊，对自己要清净，要平等啊，只要用清净平等心，自然就觉悟啊，清净心生智慧嘛。平等比清净还要高一层，就开悟了。啊，那么你就晓得，我们为什么不开悟，不平等呢？我觉得我比人高一点，他还不如我了，这就开不了悟了。就没法子啊！光是清净还不行，清净只能生智慧，不是大彻大悟，平等才大彻大悟啊！阿罗汉所得到的是清净，菩萨得到的是平等，菩萨一开悟就成佛了啊，大彻大悟就圆满了，就成佛了。
那我们现在知道，放下一切执着，心才会清净；放下一切分别，心就平等；不分别就平等，一分别就不平等。到什么时候觉悟？不起心不动念就大彻大悟。不起心不动念呢，是破无明烦恼了，你成佛了。所以寂寞是体，是自受用。仁慈是他受用。佛到这个世界来实现，是唯度众生，所以把仁慈放在前面。那我们假设吧，释迦牟尼佛如果到极乐世界去做佛，他还用这个名字吗？不用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人个个都仁慈，个个都清净，这名号没用处。那怎么办呢？换个名字。换什么名字？换阿弥陀。在极乐世界做佛一定是阿弥陀，在我们这个世界做佛的时候一定是释迦牟尼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的人，这个地球上住的人，娑婆世界的人范围更大了，对人呢没有仁慈，都是自私自利，所以用这个来教你，对自己的心不清净，所以他的名号就是他教育教学的宗旨，就在名号里面。你懂得名号，你就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的是什么，教的是什么，就知道了。究竟即果，这一句是说他证的究竟圆满。这个果是果德，也就是好像我们在学校读书毕业了，圆满毕业了，所学的东西全学完了，功课都学完了，拿到博士学位了，这个佛是最高的果位，成大愿传。这是因地上曾经发了大愿，过去这些菩萨都发过。那我们现在这些人也发了。发了要真发了，从心上发就管用，口上发不管用，我口上都发了，发了什么愿呢？跟佛一样的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叫四弘誓愿。诸佛菩萨，再多的大愿，都出不了这四愿。阿弥陀佛48愿，你详细给他归纳，还在这四愿里头。这个十愿是总愿呐，包含一切愿的。所以佛成佛之后，这个四种愿要兑现，要不兑现变成他达妄语了，变成他自欺欺人，那哪里能成佛呢？
啊，不但阿罗汉没有自欺欺人，给诸位说，小乘初果须陀洹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，这是基本的戒律，他都做到，做得很圆满。啊，绝对没有自欺欺人。那、啊、这说话就算话了。啊，所以在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里面，有许许多多佛刹，里头有六道，有十法界。啊，我们在华严经、华藏世界品、世界成就品里面读到的。啊，这些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，啊，特别是六道众生，迷而不觉，迷得太重了，迷了他就造罪业。啊，迷了的时候，把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变成了烦恼，这一迷就变了。啊，智慧变成烦恼啊！啊，德能就变成造业，相好就变成了这个六道三途啊，就变成这个东西了。啊，一觉悟呢，一觉悟马上就回头了，嗯，烦恼就变成智慧了。啊，这个造业就变成德能了。啊，这个六道就变成相好，就变成十宝庄严土。啊，所以它都不是真的，随着念头在变呢。啊，那么最好的念头跟诸位说，就是阿弥陀佛。你要在这里学会，啊，最好的念头，是处是法，没有第二个念头能够胜过这个念头。啊，所有十方诸佛刹土都比不上极乐世界，为什么呢？念头不一样。啊，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真的是究竟极果啊，纯净纯善啊！啊，那为什么不抓到这个？我们看古往今来，真有大福德人、大智慧人。啊，这个大智慧、大福德，可能是贫穷下界不认识字，哎，他就抓住这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临走的时候，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，走得那么潇洒，他成就了。啊，我们一般人、富贵人跟他不能比呀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，要明白。啊，这我们要认真向他们学习，要把这一句佛号抓住，念兹在兹。啊，无论干什么，这一句佛号是我们的依靠啊，真靠得住啊！啊，依靠谁都靠不住。为什么？全是假的。佛号是真的，佛号是信的，哎，这最可靠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